我葫芦娃要来做一个小佩奇，我小哪吒来做一个红色的小爱心，我葫芦娃要开始做喽。哎，小佩奇是粉色的，我先来挤一下，然后给它做一个粉色的小佩奇。先来挤在模具里。哎，怎么回事呀？这能做成功吗？来来来，先放在水里试一下。哎呀，这什么情况呀？失败了，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哈哈，葫芦娃，我就说了嘛，你根本就做不成。看我小哪吒的吧，还是我小哪吒比较厉害。看我的，我小哪吒呀，就来做一个红色的小爱心。哎呦，小心一点，快看，都挤在我手上去了。来来来，我小哪吒要开始来做咯。哎呦，现在我就泡在水里，慢慢的等它变成形。我说小哪吒，你能成功吗？当然行啦，看我的红色小爱心。哎呦，这红色小爱心它怎么不出来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，这红色的小爱心呀，也做不成功啦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你看你看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